那今天来看一下，就是刚刚提到两个重点，第一个就是如何把那个就是开放资料里面的汇率资料，把它用那个就是 Excel 啊，就 Excel 里面的 Quick Table 把它下载下来啊。那这个资料来源是来自于那个政府的这个开放平台哈。然后呢，我找到里面有一个资料是每日的外币参考汇率哈。那这个资料里，当然第一个它是 CSV 啦，所以其实 CSV 的话。几个方式，当然，如果你假设把它下载之后再开哦，这也是方法。但是如果假设我不希望说用人工作业，因为你下载之后嘛，点这边下载，你再把它打开，理论上它会问你说用 Excel 开，哎，没错，一样可以把它开起来。可是如果说假设你每天都这样做，每天都下载新的，那其实等于是重复作业了，而且人工作业。所以，如果假设我今天我不希望说用人工的方式把资料下载，而是利用程式哦，那这个其实可以结合前面所讲过的那一个有一个 query table 的一个物件哦，那当然，如果假设你不用人工作业哦，那我们直接先开 Excel，然后并且开启那个一个空白的活页簿好了哦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其实第一个啦，先找到那个外汇资料这个连接，你大概知道一下它的连接，那。这边的话呢，底下有个检视资料哦，底下这边点击开来之后呢，它会显示出哦，哎，这个资料呢，它的这个下载的网址，哎，所以如果有个网址的话，那接下来其实如果你要把它直接写个程式哦，直接下载到这个 Excel 的话，那这样该怎么做了哦？不过在做这个之前的话，可能你们就要大概知道一下哦，这个资料里面包含哪一些栏位哦。主要就是日期嘛，哈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美元兑新台币，OK，然后什么人民币兑新台币啦，欧元兑美元，美元兑日币啦，等等的。我算过好像有11个栏位吧，我记得哈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呢，不用人工的方式，我希望用程式的方式把这个网址资料给下载下来的话，那应该怎么做？另外它这边有一个编码格式是 Big 五了哈，Big 五记得吧，哈。我们之前有用过，就是有一个编码方式，假设 UTF-8 是6500，可是如果 Big 5的话，记得是950哦，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哦。那我们如果要撰写这个程式的话，我之前好像有给各位一个范本哈，那这个范本呢，你们可以往下卷动哦，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四个单元底下有一个这个了哦，就是这个档案哦，把它打开来。然后这边的第三页的地方，第二页的地方哦，会有个范本。那你们待会把这个范本哦，直接复制贴到那个我们的 Excel 的 VBA 就可以了哈。所以啊，这个可能要把 VBA 的环境打开来。那这个箭头其他命令里面哦，把那个制定功能区这边把开发人员打勾按确定哦，然后再来开发人员里面呢，如果你要把那一段程式拿来用的话哦，记得开发人员里面的 Visual Basic。然后，如果要增加一个程式的话，VisualBasic 第一个动作一定记得哈，在这个专案上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，也就是说，将来如果你假设要写 VBA 的话，反正第一个动作你要切记，就是说你的 VBA 里面到底有没有模组，这个模组的话呢，等于有一个空白的一个文件，空白文件里面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刚刚那一段程式贴过来。所以你把这个范本复制一下，OK 哦，复制啊，记得哦，复制是从 sub 复制到 end sub，头在这里，尾巴在这里，OK，然后复制一下，然后呢，并且把它贴到哪里呢？贴到这边就好了，把它贴上，这样 OK 了那贴上之后的话呢，记得有两个地方要修改，第一个是网址，第二个的话就是编码方式所以两个地方要修改哦。那字太小，把它改一下好了。工具里面选项，然后撰写风格里面的话，把它改成14哈，OK，好，类似这样。然后改的话呢，记得两个地方要改啊。第一个就是你的网址哈，那网址放在哪里呢？就是放分号后面这里啦，分号跟双引号中间啦，就是test 分号的后面这里哈。那编码方式的话呢，就放在这个等号后面，有没有？这个叫什么？test file 的 platform 这个后面。所以呢，我把网址把它加到这边来。那网址我们刚刚有讲到，就是每日外币参考的这个开放资料呢，这个检视资料里面就这一串了。OK 你把它复制一下，
那一样贴到哪里呢？贴到这个，记得哦，不要贴错哦，记得在分号的后面哦，把它贴上。好，那理论上这样他就知道说哦，你要抓的资料在这个网，在这个网站。不过贴的时候可能要检查一下哦，有的时候贴的时候哦，它这个网址前面会多一些空白，好像之前有同学就变这样，那一下子哎发现错误哦，原来是它这个网址前面会自动加一些空白，你可能要手动把它删掉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它的 platform 哦，就是它的编码方式的啊，这个参数是放编码方式。那开放资料里面已经跟我们讲编码方式是 big 5了，所以这边请你填上950啊。那如果未来假设它你看到是什么 UTF-8 的话哦，那就6500，你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哈。好，那这个假设没有错的话，理论上呢，接下来你就执行上面的那个执行程式嘛，执行 sub 哈。那它理论上应该会帮你把这个网这个外汇的资料直接下载到 A1 这个储存格开始 ，OK。那如果假设没错了，执行一下，看一下这边有没有，哎，有 work 了 ，OK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哈，假如呢你这个程式贴上之后呢，修改之后没有错误的话，那底下后面应该会出现所有的这个汇率资料，哦，那当然就完成第一阶段，哦，就是汇率资料，汇率下载的这个动作，哦，记得哦，两个地方哦，不要做错的话，理论上应该资料就出来。第一个哦，就是分号后面把它贴那个网址哦 ，OK 哦，把它网址贴上。第二个话就是 platform 后面加950 ，OK， 那执行应该就 OK 了哦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一阶段。好，那假如说呢，我把资料下载下来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哦，那基本上呢，它当然第一个栏位是日期啦哦，第二个栏位的话呢，当然就是汇率资料哦，汇率资料的部分的话，各位可以看到哦，这个是美元对新台币啦。那你会发现呢，这个日期202310月2号，就上个月二号哦，汇率大概32.2，不过今天的汇率到多少？31.4哎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那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哦，其实就这个美元哦，等于就是重贬了哈 ，OK 哈，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你有买美元的话，当然变成说你的那个美元相对的对台币的话哦，当然会有损失了哈。OK， 好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这个地方当然呢，不过你会看到这个资料有高高低低的，但是这个高高低低的哈，如果假设你看数字，说真的，其实比较不好阅读了，所以比较好的方式，不然就画个折线图算了。那因为有日期，然后呢也有什么，也有这个汇率，哎，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怎么，我是想说画一个那个折线图好了，那个折线图的话呢，横轴哈。X 轴就是日期好了，那 Y 轴的话呢，那就是汇率的数量，好，然后呢，帮我画在哪里？当然了，也许啦，你可以把它画，假设啦哈，右边这边有个空白哈，也许把隔一个空白栏吧，帮我把它画在这个地方好了，也许就画啊，当然了，画一个可能感觉好像，这个其他币别，我如果要比较的话，或许你可以把这其他币别通通绘制，所以后面的话，其实我是希望哦。当然，那你可以刚开始可以用练习，就是用人工的。可是如果你每天都要做很多次这种事情的话，那如果你把它写成一个程式，相对会简单很多了。所以请各位先完成第一件事哦，先把这个部分先完成。那底下当然呢有一些新的方法了，就是那个，这个是 query table 的写法，你会发现哦，程式其实还蛮简短的。那现在新的版本哦，我试过哦，好像录下来的那个方式，它是用另外一个物件叫 Quest 物件，然后它录下来程式相对就复杂很多了哦，所以我建议啦，如果你要抓一般的资料，你用这个就好了，好像简单多了。底下也有别的方法，不过我觉得太复杂，就比较不推荐哦。啊，这个底下的这些程式哦，基本上也都是用录制聚集产生的啊，所以如果假设啦哦，你有些程式不会写。你可以自己录录看呐，哦，那因为我们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充裕，所以我就直接把我录完的精简过的程式，把它包装一个范本，好，哦，直接放这边给你们用，好，哦，啊，未来如果假设啦，你自己要产生你自己要的一个程式的话，哦，其实你不妨可以先怎么样，你会发现 Excel 其实有个功能，资料里面有个什么，这边有个资料里面有个从有没有取得资料。
然后呢，它这边有个从档案，从档案部分你这边有一个叫从文字斜线 CSV， 那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？哎，用这个哦去抓刚刚的那个连接，那抓下来之后，你可以把它录制下来，它也会产生 VBA 程式。OK， 那只是说呢，产生的程式哦，就像你们在云端上面看到的，它录下来就很复杂了哦，所以我建议你干脆先用第一个方法哦。然后待会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希望呢可以绘制那个图啦，因为说真的啊，你看数字一大堆，看着真的很头痛哦。所以呢，假设我希望绘制一个像这个美元的折线图，有没有隔一个 L 栏，然后呢，旁边画在这边，然后它的也许大概高度大概十列吧 ，OK， 啊就放在这边，你可以有没有你横轴的部分哦，就是日期，纵轴就是汇率 ，OK， 那这要怎么做？OK， 但是啊，你因为这边汇率总没有11个栏位啦，那就画一个感觉好像意犹未尽。哎，你其他比如人民币怎么办？所以底下你也可以再画人民币，有没有？那人民币画好了，其实目标是希望全部画。那全部画如果用人工来做了，其实很浪费时间哈。所以理论上比较聪明的办法呢，当然哦，就是用程式来解决问题。那只是要怎么写这个程式啦，这个其实之前有写过类似的。所以你请各位先试试看，但你们如果用人工的方式哦，第一个当然你可以把日期跟汇率把它选起来，比如说你要 A 栏跟 B 栏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游标先放A1 哈、哦，然后按 Shift 键去选那个 B 的36，这个范围呢要把它画一个什么？画个图的话，你可以先选范围，第二个插入折线图，这边有个折线图，有没有？插入这个有资料标记折线图。他就帮你画出图来了、啊、，OK， 哦，类似其实主要是利用这样的方式来画图，但是你会发现哦，有一个问题发生了。你说，哎，老师画出来为什么变这样？它为什么两条平行线呢？哎，它变成没有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录制聚集的，哎，就是这个我们云端上面看到的哦。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？各位知道吗？其实你们不知道猜得出来猜不出来哈、哦。其实为什么你说老师明明我的想法没错啊，而且我也照着这样的方式画，但是画出来有什么错？其实你没有发现一个地方有出错，资料有点怪怪的，不太正确。虽然我们眼睛看是对的，看得懂，但是问题也是有看不懂哪个地方。有没有发现日期？哎，你说老师日期没错啊，2023/10/02嘛，10月2号，我看得懂。你看得懂，但不见得以色列有看得懂啊，因为以色列有看日期是要斜线的，它必须要分开来的。所以以后我记得哦，比较标准的日期应该是年斜线、月斜线哦。假如没有斜线的话哦，他会认为这是一串数字，他不会把它当日期。所以如果把它当数字来看的话，那会变成说，对，你是数字，我也是数字嘛，所以画两条平行线就刚好。对 ，OK。所以如果假设你以后呢要绘制出正确的图的话，那可能要做第一件事情，先把日期把它怎么样、变成正规化之后的日期。所谓的正规化日期就是最后看到的结果必须中间要加斜线嘛、哦、所以要怎么做啦？其实、哦、方法很多，当然最有效的方法当然、还是写程式，可是写程式其实是蛮难。所以如果假设你不会的话啦，你可以先这样，这个图先删掉了。如果假设你要解决日期问题，你可以在旁边先在 B 栏先插入一栏好了。然后呢你就可以怎么样，我们 原理原则是取前四个字斜线，然后再抓这两个字再斜线再抓后面。所以其实你可以几个方法，你可以把它当文字看待。诶，文字看待还记得吧？文字如果要取前三个字的话，你不是插入函数啊？有没有？比如说你假设把它当文字来看待的话，那你这边的话可以先取前三个字 left 有没有？然后啊不，前四个字跟着一样，这个四个字嘛哈、哦，那这样会取到什么？2023嘛。那你可以在2023后面再串一个什么？串一个斜线，所以再加一个斜线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再 end， 再。10这两个10的话呢，其实就是 middle 啦，所以你在这边再插入那个 mid 函数、哦、所以这边的话就是 mid， 然后 mid 的话呢、哦、就是一样这个资料第几个字呢，理论上应该是、第五个字取两个字啦、哦、理论上应该没错，然后呢就取得10嘛、哦、然后再加上 end
end 的一个斜线，好 ，end 的斜线，然后再 end 什么呢 ？end 最后两个字，那就插入什么？哎，最后两个字用 right 好了 ，right，R 开头的，哦 ，R，right，OK、okay, 哈、哦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后面两个字抓过来 ，OK， 然后并到后面去之后，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比较就是正确的日期格式，向下，那就把它怎么向下填满就 OK 了。那填满完之后哦，如果假设啦哦，几个方法，要不就是你把这个，这个日期的资料呢，假如说你要取代原来的，最简单的方法哦，就是直接怎么样，把这个贴到这边来，把它盖过去。但是特别注意哦，你不能直接说哦，老师我把这边哦做完之后哦 ，Ctrl C 嘛哈、哦，那你不能直接 Ctrl V 哦，你不能直接说我把它贴上哦。因为如果你贴上的话它会变成像这样子 ，REF 为什么？因为这边的公式来源就是这里。那如果你把这边盖过去，它的原来来源不见了，那一定出错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如果你要正确的话，你可以这边复制之后，然后按右键哦，选择性贴上只有值就可以了。值的话就是说呢，你就把它里面的资料贴过来，而不是贴上公式。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出错了啊，贴上有没有？然后再把这边给删掉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就是正确的日期了。所以如果是正确日期的话呢，你再到这边哦，把日期跟先选 A1 嘛哈，然后再选到 B36 的话，按 Shift 键，然后你再去插入这个什么折线图的时候哦，你会发现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有没有发现？整个怎么会完全跟刚刚看到的结果不同？对。表示说呢 ，Excel 已经看懂了你的日期了 ，OK， 好、哦，他看懂了他就画对了，但是他看不懂他就画错了，就这么简单 ，OK。所以呢，如果假设哈，你希望他能够帮你画出一个正确的图的话，那记得哈、就是刚刚要先把什么，把这边的日期把它正规化了，哦，所谓的正规化就是让它变成 Excel 看得懂的一个格式哦，所以特别注意。以后你们在使用 Excel 的时候了其实很大一个问题哦，就是说你不能用你看得懂的啊来认为 Excel 也看得懂这件事情。OK， 你要用他的角度去理解资料哦。如果你用他的角度理解，那你以后应该怎么做都会是对的啊。哦 ，OK， 所以呢，刚刚的部分呢，记得哦，我这个公式我把它 Ctrl 一下哈，我把它恢复一下。OK， 所以最后做出来应该就是。这样的一个公式，哈、哦，这一串应该记得起来吧，哈、哦、，left 那个，啊、哦，取前四个嘛，所以这个是 left 取前四个，然后再串一个斜线在中间，然后再抓中间，从第五个抓两个字，再加一个斜线，啊、哦，然后再 right 最后两个字，最后串出来的话，就会是中间有斜线的这个状态 ，OK， 好、哦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。那只是说了哈，这样做完之后呢，那我们要怎么画图？那、啊、画图如果要希望这个画图的动作，也是希望能够自动，最好是自动化了。当然你刚开始不会自动没关系啦，你就是先手动，然后把它变成程式。那手动怎么变程式呢？基本上很简单，录制句期的哈。所以假设啦，有些程式。未来你们做报告的时候做不出来啊，记得了哈。还有那个录制句集这个东西，你就把那个动作录下来，然后呢，它就会变成一个程式了。OK， 啊，你就去呼叫它，或者是 run 它，它就会被执行起来。OK， 好，试一下好了，第一个哈。